看到没？这台是什么车？大家猜猜看。春风啊，这台大家好，那宝哥今天测试的是春风的 250SR、哦、那我们非常感谢的是这个巴黎、哦、新北巴黎的86骑士窝提供了他们店内的这个试乘车，让我们来做这个快排的改装、哦、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测试，刚才宝哥当然也小骑了一小段、哦、也测试了一下，非常不错的一台车，很好骑，非常好骑哦，那等一下呢，宝哥会有一点点小小心的在片子里面呢再来说明这台小车哈、哦，这台很漂亮、很帅气的车子啊、哦。那我相信很多的网红都介绍过了，但是没有一个网红有介绍这台车的快排哈、哦。那我们 Here Take 快排马上就装上去了哈、哦，也很简单就安装成功了哈、哦，在这边。那我们有稍微帮他在进阶的改装了一下他的这个打档杆哈、哦，原厂的连杆呢、啊。比较没有那么好哈，是因为它没有锁点的关系啦，那我们有改装，那没关系，这个都是小地方哦。OK， 那宝哥呀，刚刚小骑了一下，有一些心得，那所以我现在要来先做这台车的一些快排的设定。那我现在来试试，宝哥再来试一下啊。
这个业配快排的这个双向的快排啊，刚好在这边呢也可以很方便的啊就使用哈，退档，那六退五、五退四、四退三都可以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都很舒服哈。那刚刚我好像有抓到了一点点小诀窍哈，怎么打这个空档？就是你用打到二档哈，然后你不要用脚掌，你用脚再往前踏一点哈，用你的脚弓的地方呢，轻轻点一下就是空档啊。的那种在5000多转做补油退档是可以做哈，还有我们退档、补油退档、离合器退档，你有三种退档的招。虽然它的空档不是很好找，但还好它的离合器非常轻巧哈，所以就算是没有找到空档，抓着也 OK。那它的悬吊呢，调得还不错，我觉得也还蛮稳定的哈，也不会乱弹跳，也不会过硬。就是刹车的部分呢，应该还可以加强。用你的，不要用脚拇指头啊，拇指后面这边这一块啊，轻轻点，在行进中的二退空档，这个一个刚刚我做了几次还可以啊，还做。
的悬吊的啊，就是过弯了、啊，不会乱晃，非常好。现在再抽取一下子，啊，仪表也不错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抽取一下哈，难得。是一个小车，白牌小车啊，可是它的油箱的夹齿啊，哦，就是大腿的稳固啊，倚靠的地方啊，还不错哦。觉得有 ABS 啊，就大力把它抓下去吧哈。那因为刚刚宝哥刚骑过来的时候呢，有个紧急刹车的状况，是因为也不晓得这个是刚骑嘛，也有点点谨慎了一点哈，所以没有把它很按下去。但是它既然有 ABS， 就不用怕，按下去就对了，前后一起给它做动哈。然后刚刚真的是不要用你的。脚拇指后面的那一块哈，去轻轻踩一下哈，踩半下去打空档，还蛮不错的，成功率。现在呢，难免呢都比较会跳动，早点的。86骑士窝提供他们的这个店内试乘车来安装这个我们的 HearTech 快排，太完美了啦！哇 ，OK OK， 好，所有的车友啦，欢迎来安装 HearTech 快排，太棒了，拜拜。